就为什么带我来这儿啊？因为这个地方有我们很多的回忆啊，就当是故地重游，很有创意吧？没有创意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好，那你来吧，有创意的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那我来喽。来啊。上钩了吗？说什么呢？他让人上钩了，不上钩跟你来这儿干嘛？鱼。是我今天穿的太素了吗？厉不厉害？厉害厉害，我帮你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儿的情景吗？当然记得了，那天跟今天一样的，风特别大，把我吹得像个傻子一样。回去路上，你还把那兔脑袋照在我头上。傻兔子，你还敢说我？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的销量能提高吗？我帮了你啊。那倒也是。你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？我过生日那一天。这么说起来，应该感谢小雨同学的烟花啊。你就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吧？还不是怪你那么迟钝。你要早承认你喜欢我，不至于我们都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对吧？还敢这么自恋啊？谁喜欢你了？我喜欢。我查了一下，情侣在一起必须做的十件事儿：一起吃烛光晚餐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滑雪，一起看烟花。反正我不管，就是所有情侣在一起做的最浪漫的事情，我都要做。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。现在。